你的讲法唔啱嘅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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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不是，我要先搞了再来拍的，我现在就要拍的。我现在要对啊，喂，你等一下才发的到吗？靠不上，那我拿出去放上。这网板短了一点。
个就这啊，就这，把它这样拉过来。嗯。这下面这个地方是什么？等一下，这多了吧？这个我现在提起来，提起来一点的，等一下没压到，没压到这里的。嗯，只是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吗？嗯。这样拖过来。嗯。如果说这里不够位的，就松开这里这个螺丝。那个你不用管，你下面这个位置可不可以的？啊？下面这边可以，可不可以的？如果只试一下的话。长不行吗？长不行吗？我要接通器才可以吗？接个气嘛，接个气。啊。
来不有咁多，呢度有咁多就很啱啦。可以，可以，这个可以了，暂时。可以，可以了吧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然后说这边可以到油墨，就这样放下去了。油墨它到了这个地方，ink to put it here is okay。然后你把那骨胶淋的，装上去就可以了，不管了。咁又唔知啦。